高小浪上学记，背书秘诀。高小浪，你不会连一篇课文都没背出来吧？切，背课文有什么了不起？我可以让课文直接进入我的脑子里。怎么可能？只要睡觉的时候把书枕在下面，知识就会自动进入脑子里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知识渗透法？哎呀，我的脖子！我还是高估你了。来试试我的沉浸式背书法吧，只要穿越到课本里，身临其境，不怕你记不住。有鹅，鹅鹅鹅！有外敌入侵！我马上就到。还是来试试我独创的奖励背书法吧，背注一句就奖励自己吃一口零食。这个方法好。有鹅，鹅，鹅，鹅。高小浪，你没事吧？穿越院的方法也太不靠谱了。看我的！只要你用这个24小时3天里环绕法，不停的背课文，肯定能背下来。为什么我一听就想睡觉？我悟了，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我不会背书，但我会唱歌的。一曲像向天歌，那白毛浮绿水，这红掌拨清波，照耀 check now。